他说要来设定那个定时，可是之前政委说是十点关，可是那可能就今天要说设定定时，所以就是现在还没设。你可以早一天来实现吗？是早到十点。哎，你要高腰吗？到。还没有救球吗？哦，就是有一罐，有一罐旧的。对，有啊，他们说有。有。如果没有车上有啊，他开一点你再开啊。我也新的。哇，他说下雨不要开新的卡，那已经水了。你拿新的吸水。难怪你，难怪你插球。太懂，手骨粗啊。这个没有了，插球你想让他直接分开。他是的。很像。哎，咱们家增加了烂衣服。所以加减法，他也是有多少？他周末早上才摆啊，然后平日我妈会帮忙摆。那你就要在我妈对面，所以我在控制很小心，没关系，你再去，就先抓脚，其他就不要管。Okay, okay. 有找到船就行。
跳是吧？对对对，然后像这个是真的很深的，就是就不会看到我预留最后再进来。这个就多了，好回来，等一下我走啊。但是在 OK 的情况下，我们会退，然后推在前面嘛，然后他又现在不急，就像这个味道。按理来说，我们不太会被掉过去，因为那。
那个时候我平常讲我的，我要买就拖那边的，他那边不是概念，我就找我不太肯拖这边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是对啊。就是当你不是吗？
我最容易瘦，所以我就干，就直接抽了，直接用这种打。还要吗？好，那就看发球。可以啊。哎，你要发球就 OK 啊。OK 吗？其实胸打的二八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哎呦，这是二八吗？在热身。好像也没有一发，我一发就是这个再用力一点，我觉得再用力就是一发，我不会刻意去那个。那就只有这种发球了，太不错了，高腰。哪有？比我们强了哎。哪有可能？就是他，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冲，就刚好在一个很好被灌的地方。那原因是因为一样啊，跟你的发球一样，那没有。哦，那我说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哎，不是说后面哦，是你就这样讲。在那边等可以吗？还是不要？可以，但是就是我一直说，你的脚要有一点，就是。
至少要一个瞬间是静止，我一个这样子再出去了。对啊，不要有这样，不要变成这样。哦，跟正面有点像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对，但也不能久到硬掉。就跟正面很像，久到都发球那原理很像。嗯，好像我就不能控制了。我只是加了一点子弹，你就交出去就好了。
上走会飞走呢？往右上，不会，然后薄一点。OK 啊，我还觉得有点太厚。好。对，我这是比较偏快的二八。就它这个上是，这个还可以啊，可以像这样子。好，开始。来，上去。往上走。对，我好像有点握住它了。对，我就那个地方，就那个瞬间有，就那个瞬间有。
水就喝一下。太久了。
都猜错。有一点，哎呀！太急了。对。但你上来太冲动了。那个手是一个大包哎。乱的。好，不然你应该换下去了。没有，我跑道应该也是要回去，没有用。还是要打个一直。有点想说先收。可以啊，还是你要直接先打通的。对啊，对啊。有吧？我不知道。呀，是的。有，应该有。我看那个球有没有白白的，知道吗？对，就有家。
觉得生意好一点那个。哎呀！它一边有两只鸡的，所以它整台车有八只。昨天，那天给你打完之后，现在晕了。跟你打跟社会打一样，要很专注。白的，应该没有存在。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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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。压到了。看到后脚捞进来。
啊，退了。